我们现在的新德里机场 International Airport 了。我跟 Manish 出去曼谷了。大家好，我是 Manu， 印度人。现在呢，我们这里已经12:05了。我现在在印度的国际机场哦。我今天要去曼谷那边，曼谷那边有那个 exhibition 嘛，珠宝的展览。我去看那边，我跟 Manish。在曼谷啊，中国啊那边都不用先给他们看那个票，还有护照，直接可以进去嘛。在这边呢，我们印度这里呢，就先给他们看护照，还有那个票 ，ticket 才可以进去。如果没有 ticket， 都不可以进去嘛。你们看到吗？这么多人要排队在这边，我们要排到这里，两边都排得很长耶。这边呢很奇怪啊，都不让戴口罩。你们已经戴了口罩，也不给我，真是的。我自己戴了口罩了，现在排队太多了，印度人比较多，也有外国人。现在外国人比较少了，不过以前呢，这边真的是印度人和外国人比较多的。我们要去那个地方，要他们要看我们的护照，还有我们的票，才可以让我们进去看飞机时间。他们看我们的护照，还有票。这边是一个警察 officer 在这边，还要问我们的飞机时间这些东西。你们看一下，我们这里也有 self check-in 的，就这边这些机器上面嘛，你们要放 airline number 就可以有 boarding pass 了。不过我们有两个行李嘛，两个行李就我们要进去里面 put check-in counter 才可以。到我们的门，看一下啦。那我们的飞机在哪里啊？我们的门是 K， 哦，这猜对了，在这边 K 就是在那边。我们已经马上就到了。这边人是排得很多，排队真的是要排得很多。这里也没有戴口罩，还有大部分都是印度人，外国人一个都没有了。看一下这边人员是大部分是男的还是女的呢？也有女的哎，男的就是站在那里看人家。我都很着急啊，因为是两年多了都没有飞了，现在很想要飞了，很想要坐飞机了，这是国际航空公司。我觉得是很奇怪啊，你们看一下，女的都不戴口罩，一些男的也不戴，好像我们印度都没有那个病毒了。现在呢，就是这边要那个我们打针的那个 certificate 吗？ Money is 没有 certificate 下载了，他现在要下载，好麻烦啊！不给我们 boarding pass 了，如果不给他们那个，或者是拿到了那个 Money is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以后，真的是才拿到这个 boarding pass， 等了好久了。现在我们要进去里面呢，先去厕所。好久了没有去厕所了。这边呢，就是 special assistant 的，还有小孩子在抱的那种的，都可以去那边排队了。还有这边呢，全部 passport 的，前面是 immigration 喽。在排队喽。我们这边 check in 好了以后， security check 好了，我们的东西在这边要打包了。要进去里面咯，这边就是 shopping 的，不过没时间了，真的是太晚了，等着等着花儿都谢了，真的是。我们这里就是 daily duty free， 这边就是酒的店了，
很多不一样的酒，我很不喜欢酒了，我不喝酒。这边全是不一样不一样的酒，比外面的便宜，真便宜。我们这边的酒，这边是化妆品，是酒，对，在那边都是化妆品。这边香水了。真的，这边香水这些还比外面应该便宜的。已经很久了没有去过，看这种的东西就是很开心啊，很热闹。这是个 window seat， 我们已经安全的坐在我们的飞机里了。明天见，到曼谷的时候我重新拍一个另外一个曼谷那边的机场。今天的说到这，拜拜。你们就一定要看我们的直播，我们每天播宝石，印度的手工宝石，珠穆丽红宝、蓝宝都有啊，你们也订做也可以啊，拜拜。